舒服哦，太凉了，舒服啥？太冷啊！你还有这个呢？对，啊，这就一个颜色吗？绣球。对，啊，昨天新木说要买这个，啊，不是，还有那个粉色，这怎么卖的？25一只，能那边有粉色？这是一只25啊？嗯，还要那个那个玫瑰。25最少了，你要拿两只的话，给你那个吧，给你45块钱，但是没有办法。你这个啊，那我帮你拿吃了啊。那行，拿出来吧。然后我问问他这个绣球到底要什么颜色，有合适。舒服吗？啊，对的，很干净。对的，心木喜欢这种淡淡的。哎，你是牛皮纸给我用牛皮纸包。哎，还真好看，这个浅浅的粉还真好看呢，娇嫩。嗯，多好看，然后再来一个蓝色吧，蓝紫色的叫哈。好，如果一只蓝一只粉好看吗？不好看是吧？你，我给你放着，你自己感觉一下啊，是不是？粉的小。粉的小哈，那要蓝的吧？蓝的大。这个花上面这个要喷点水。觉得这个和那个那个好，还是你挑的。粉色纸，粉色，不要那个塑料，啊，塑料不行，还不能摘下去哈。这个啊，这个我先给你放着，你保护一下的吧，你要摘了也行，哦，随便你啊。花的，不好看，你这个单色的，这不有，这不有吗？紫色。哎，嗯，哇，真大哈。躲一躲。哇，真的，真的啊，真漂亮。裹了你们了呀。啊，对的。哦，也难怪它贵，因为它一只大，它一只比较大，哇，真大真大。它是公司里的，跟那个农户的不一样啊，是的，好看，是好看，是好看。我们有这个好看，哎，嗯，五只一果一束花啊，是好看，300块钱的哦，是吗？哦，可是那五只绣球裹成一个花，嗯，哎，你这个弄两张纸包吧，这不大气，对。嗯，这个还这个颜色，看来我选这个蓝色还是对的，因为有一个水粉了哈，再选水粉。我这么好看的，你不信？嗯，好看。真是。管子帮你们。那你拿，我找个管子给你。好。这些好看。嗯，挺好看，这个。特别好看。是，关键很有能他俩匹配在一起，也挺好看的。这就是心目喜欢的样子。嗯。来来来，我这样给你穿两个包水管。啊，太好了。绣球不行啊，那个的。绣球得需要水哈。对。还挺带劲的呢。哎，养叶哇。它爬了吗？不是养叶，它是水。水，对。哎，真好。那好了。再见，谢谢。他昨天说的是水粉吗？这个还挺好的。水粉，然后我就。这已经有个水粉了。对的，还是这样选是对的，因为这里头也有点粉，对吧？而且男孩子这个蓝色更好。有点喜气，人家花钱不多。我们今天呢，去参加这个小孙子的生日 party。哎呀，你说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哈、啊！然后这刚出生就有 party， 我这62岁了哈、啊，也没有自己的 party。你看现在的孩子多幸福。今天呢，儿媳还约了摄影师，12点钟去过去哈、啊，一共拍摄4个小时，1000多块钱。想要给宝宝拍拍什么游泳啊，然后一些花絮啊。2点钟呢，生日 party 开始，然后我们今天呢，生日 party 结束以后呢，就在金鹰这边吃晚餐，这也是儿媳，因为可以把宝宝放到那个月子中心那边那个护士站嘛，所以说能安安静静的，大家安安静静的吃一次，晚餐哈，未来肯定是几年之内。吃饭的时候都不可能这么安静了，所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餐，然后我和豆小哥今天晚上呢会住在这个金鹰的一个叫什么 G 酒店哈、啊，
地标式的建筑，就是金融中心最高层的那个。明天就回家了，就离开月子中心了。怎么能算是亚洲最高啊？三连塔，三连塔，终于到了金鹰世界，就是那上边的三连塔。金鹰世界酒店，哦，金鹰世界酒店呢？对，金鹰世界，它不啊，金鹰世界，它不是叫 G 酒店吗？是办完手入住手续再去停车场还是怎么的？对，是我当时我都看了看能不能有车位，有没车位的。哎，你问问他那个停车。这个这儿的吧，这停这儿完事儿，你甭理。不是，他问你呢。里面那辆宝马后面啊。哦，我从哪进去？您进酒店的话，从那边去。从哪从？应该停里面那。好，行，没问题。好的，还是你不用了。我觉得我好像我们应该上地下停车场找到酒店。我这往哪去？这不在讲完之后再去呗，完了呗。我没有什么的情况。我觉得应该我们直接上地下酒店，然后找那个。真的是，因为到地下室，你到地下你直接就能找到他们酒店的停车位。我们在这儿又这么热，把花都弄坏了。你没事，我现在停那个地下也行是吧？地下也行。地下在多少地下？您如果是住店，啊，住店是吧？对。电话您停车是免费的，我知道，到哪个区域？停到负三层的 D 区。负三层 D 区是吧？对 D 区。好的，完了找 G 酒店是吧？哎，底下几下去就能看见。五十楼办理入住。五十楼是吧？对。对呀、啊。人好出吗？不好出呗，进来了就不好出了。哎呦。在五十层呢办酒店入住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所以说要上地下室嘛，把车停好，凉凉快快的。我们在这儿再上到五十层再出来，这花全都完蛋了。阿尔法车非常热，这房子不贵，我就买国外买。早是惦记换车，你说真是。哎，这对了吗？双人活力午餐。早午餐。你看这个装置还挺好看的，在这种比较华丽的地方弄那个比较原始的东西。喂，是行掉这儿是。哇，这个还可以，可能是我们在这工作。不是，那是越级，没刚从车出来。对对对，到明天下午洗完头就走。谁带的家具？那房间没有美容。好，谢谢。行，谢，明白了哈。好，再见吧。好。好的，行行，干好了，谢谢你。这个四瓶水。那、啊、你帮我拿一下手机呗，要掉了，这拿不了了。六十三层，6301。这样我都找不着电梯，它里头不好。那哎呀，太夸张了。再往里边。这儿。太大了，有点。63层。来，这气势就把人搞蒙进来。刷卡你拿的，很帅。还可以化个妆，倒挺好，20分钟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是啊，在里面。嗯，这问问席木，对，可以上来过来化个妆哈。化个妆。上迪奥。底下领个东西。啊，那我问问他，是吗？
他说套房，哎，他说套房要加多少钱？加800是吧？加600，加二百七个，再加剩20米，加600多块钱，你再看200多个零，那这玩意儿啥去？那一点真没意思了，就经常。六。江景房，哎呀，这已经有空调了，已经打好的了。他那个，他那大厅说是热。哦，这还有一个浴缸，这样的倾斜角度的。哦，还有一个淋浴房，哇，还不错。哎，这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呢？啊，这还有一个开放式的衣帽间呢。这个房间还真不错。不是有嘴，有嘴干啥？你可别恶心人了，好吧？你这个老土啊，还用嘴？你以为是老奶奶喂孩子呢？还用嘴？跟谁学的用嘴呀？你想想，想想都恶心，真的还用嘴？好，那个给他放在这里。这一路就你去吧，电话你接起来问问啥意思。喂，你好。说啥了？就你这个话跟你说了，你这房间是含早餐的，7点到10点，2层到50层楼，电梯旁边那种就是含早餐呢。哎，我们买的就是含早餐的。对，他忘跟你说了。花放在这儿泡着，要不然不行了。哎，我把我的衣服挂上。这不是迷你吧，是那个免费的吗？这也行，好几种呢。你要在酒店里头，这些东西收费得收你好几百。因为呢，今天是那个满月趴，我儿媳不是请了这个摄影师嘛，所以他要拍照啊，录视频呐、啊，我们肯定是要有合影啊，所以我带了2件衣服，然后包括还有明天呢，而且呢，豆角哥说让我在这边拍拍照片，所以我就带了这几件衣服。哇，我这个亚麻的全是褶。干啥呢？喝咖啡呢？哇，这小饼干送的，这个还不错。订满。今天人比较多，晚上我们已经订了80多位了。是吗？嗯，对。哦，这样的。对，目前的话只有这一排的位置，外面这一块的位置是空的，然后目前能拼的就是这两个。哦，这两个拼上哈。对，像那边的桌子都已经拼过。啊，拼上也行，拼上也行。没问题。去楼下的41层吧，去月子中心，然后去把花送去，一会儿摄影师就过来拍照了。马上就到，还有10分钟，还挺忙的嘛。我们刚才去看了一下餐厅，自助餐厅景色不错，但是餐厅感觉还行，好像有点那种气势，是吧？哎，50层楼，我们应该是到1层换吧？哎、不在，到那边去换，人要换、啊、没有哎、啊嗯。啊，谢谢。明天也就去。对对对，知道了，这是前台吗？就在这块也有吃什么？
这大高屋呢，看 ，Zara， 打折买的，还挺好的，我都忘了这个裙子了，我今天才发现呀，我还把这个裙子拿回来了，居然，哎呀呀，哎，这个 Zara 裙子配这个衣服还挺好的哈，是不是？配这个鞋，我这个鞋万能，能配好多。能配好多都可以配，除了有一些连衣裙不行。哎呀，好累，这一大早上忙活的。我一看这个就想起来了，你让我嘴里含着水喷。一看是六，这个，一看就是六零年代的人习惯。你看这个，这十五年还喝这么多。哎呀，这楼里头把人都转懵了。哎呀，从这脑花不够用。你也是，为啥你脑子不用你？你刚才你都走错了。哎呀，不要谁都不要说谁。说实话，我本来在建筑里就不咋强，而且我不反对，我不否认这一点。而且吧，也不是说我现在老了这样了，年轻时候在建筑里就不咋强。对呀，这脑子不够用嘛，年轻脑子不够用。是我脑子是不用，可笨了，就有你那么个聪明人。